有啊，小杰一定会有。来，小杰你说。我没有紧张到失眠啊，倩姐，我是真的睡得蛮好的，一点都不紧张啦。因为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说已经是第三季了，然后是第二次进台北的小巨蛋，那第二季其实也进过高雄的巨蛋，应该有信心再次打败红队吧。我觉得这个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哦、oh, no. 那小杰要怎么说呢？什么小杰要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就是不是问题的问题，还是有一点问题，所以要拿总冠军还是要需要我们的统一才有办法嘛。对，是开始呛虾的意思。没有，就是你有看到他今天有剪头发了吗？这是战略吗？没有，就是比较精神一点啦。那两边队长都互相呛虾一下，像冯志啊，对啊，讲些叫嚣一下，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就是比较是良性竞争啦。然后，因为我们私底下每个还是很照顾我们所有人。然后，比如说我们在很冷的天气练习射箭，每个还是他是照顾两队，就是不止蓝队，还有红队。对，所以蛮开心进来这个大家庭的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的老婆现在是怀孕8个月，所以必须得常常去观察她的情况。那其实我们基本上这2个月多吧，大概都是早出晚归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在中间都没有时间办法陪她，连产检这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觉得都没有办法，就是好表达。我觉得自己很愧疚，就是回家就道歉跪下。就是跪下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又练到这么晚。那其实跪久了，他也习惯了，所以希望就是太太今天可以好好看我，就是平常都在干嘛。当然了、啊，当然，当然。但是，没有啦，因为家里也是蛮支持我来的嘛，所以就是自己还是要懂得去分配这个时间啦。对，但是当然确实加入了之后，真的比较少的时间陪到家人。对。但是其实也快了啦，其实时间过很快，大概也剩大概一个多月而已，其实还 OK 啦，家里是能够体谅的。